有一件事情拜托你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戚烁。对不起，到最后我还是没能改变这个结局。这有什么的，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而且要度过无数个日夜，这怎么不是好结局了？戚烁啊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跨越山海来到这个世界，改变了这一切，会后悔吗？我应该是第一个送祝福的人吧。我走了，陆晓。再见了，妈。